不回头。春嫂不会留，李若要走我不会留，原唱的夫人没成全。我说算我恨能不能懂得彩儿简直是我们派过去的卧底，丢人的。哎，你看，好像他们都会唱。好，现在调整了一个天线啊。我说算你狠，谁能保暖的灵奶？巴拉巴拉。对不起，这首歌老口。还是原唱没教好呀，在家里。我说彩儿呀，这首歌可是你亲老公的歌呀。我不回头，不回头。原唱的夫人没成全。丢人。我说算你狠，谁能保暖的灵奶？连错三次的节奏，莫非你真的是男队派来的卧底吗？最后的机会，女生队到底能不能把握住呢？我想有希望。故意的，像我发誓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真的，这全部都会唱，我全部都会唱。唱啊唱啊！跟别人吃香又喝辣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牛逼。我会活得很好，与您真的没关系。好，其实说真的啊，真的，我在我们家，我觉得那个吵架其实偶尔真的是一种乐趣，就是因为我老公每次很懵，你知道吗？就真的，一竿子真的打不出几句话，你不吵一下，这两个人在家嗯。就有时候我也知道，我差不多要触碰到他那个点了。就他可能就是会那个砸门或者是摔碗走，但我就喜欢搞他一下，就那种掐他一下我跑走那种感觉。谈恋爱的时候很需要他认错，我觉得认错是一个就是我的尊严吧。但后来发现我们两个都是很有尊严的人，而且他也是个暴脾气。现在看到的他是他已经降低他自己的自尊心到最底线的位置。我也懂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吵架还是挺好玩的。我们听小天怎么说。那既然他刚才我夫人也讲了那么多很合理一些，每三天吵一次，每两天吵一次 OK， 喜欢吵就吵，反正我也可以惯，我绝对不会分开这个情侣，你自己想好了。